欢迎杨超越，欢迎。哇，好大冬天。哇，你今天穿的好仙哦。对。对对对，公主公主公主，来坐。好，先跟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所有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我帮你升一下，升高一点。好，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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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可以。来，先跟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啊，哦，我叫杨超越。他真的很可爱，就是大家因为一直在屏幕上下面在刷嘛，就等你的出现，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感受如何？感受，就是气氛很好，然后很多好吃的，然后很开心。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会在现场吃不够吧？对，对，已经很期待了。对，好，既然来到我们直播间，一上来是不是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对不对？对，要送那个你亲笔签名的那个照片。对，我们刚才已经送两轮了，好不好？我们再来送一轮啊，准备那个福袋，好不好？准备福袋啊，然后等一会儿我们来抽，好不好？所以一下来，现在我们要买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脆虾堡，刚你有吃过吗？那个脆虾堡是那个新加坡脆虾堡。对，哎呀，这不。对对对，新加坡的脆虾堡，今天我们首先要送100个，包括我们这个要抽，就今天只要32块钱就可以买到，并且有100份的那个你的海报送给大家，好不好？对，买脆虾堡送海报，买脆虾堡，我们一起喊个321，好不好？送上个链接啊，3、2、1，上链接啊，我们的8号链接，好不好？8号链接，好不好？来，我们的8号链接，我们的脆虾堡会送给大家，来。好不好？来，今天还是要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好不好？是。来，刚才我们说的脆虾堡是100份，好不好？脆虾堡是100份送给大家。那第一轮的秒杀，我们刚才也是非常幸运的，大家记得点赞，好不好？我们一会儿会送出3位幸运儿，送出麦当劳大薯的 T 恤跟一个帽子送给大家。刚刚我们说了，今天我们接下来，刚才你觉得5块钱能吃到什么？我觉得5块钱可以吃到饱。啊，对，5块钱可以吃到吧，但是平时吃不到什么？平时吃不到我们的鸡腿堡。鸡腿堡，对对对，板烧鸡腿堡。板烧鸡腿堡，平时5块钱吃得到吗？吃不到，对吧？只有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你想想，平时5块钱你会吃到什么？5块钱可能凉皮都吃不到。哎，真的，现在我西安人，现在一碗凉皮要12块钱，13块钱了。是。5块钱你吃到什么？板烧鸡腿堡，又鸡腿又肉，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上福利哈，5000份限量的，好不好？3、2、1，上链接，4号链接，好不好？4号链接，好，5块钱吃到的鸡腿堡，4号链接上了，好不好？来，好，大家可以去抢一下我们的链接，好不好？哇哦！啊，来，今天2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作为我们重量级的来宾哈，大家都在期待着，想问一下，为什么麦当劳会选择超越作为我们这个颜值小仙女呢？我觉得他坐在这里已经说明了一切了，但实际上我们从超越出道开始，我们已经有多次的合作了，他不停的在超越自己，我想我们也希望这个品牌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年的88金粉节，我们就有两个地方成功了，超越了自己，一个是菜单上我们推陈出新，另外一个优惠上我们也很多超越，所以我觉得选超越妹妹做我们的代言小仙女再合适不过了。感觉这个名字是为麦当劳而生的，所有都是超越。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好，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就是跟妹妹的气质也是一样的，一直努力向前，对吧？勇往直前的感觉。那超越作为今年88金粉节的代言小仙女，有什么想说的跟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赶快下单，然后就是多领些券，可以吃到好多好吃的吧。对，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其实也跟大家说了，今天晚上我们这个内容，刚才我们对稿也看到了，一直在送福利，因为超越来了。好，好，福袋 OK 了，好吧？60秒的时间，好不好？我记得你在前几年发了一条微博，说这个吃饭只吃金拱门，一生只爱一个人。也记得是哪一年发的吗？18年吗？我不太记得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还是一个我知道麦当劳，但麦当劳不知道我。然后现在麦当劳知道了我，然后我们合作了，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聪姐，你觉得对这句话的理解吗？我就觉得好有缘分呢，真的是很有缘分。那个时候他还没跟麦当劳合作嘛，对对对，就肯定就是。但他一发我们就知道他了。就是真的是你本人是打心眼里真的是很爱吃，对，因为有的时候在家可能。也不会做饭的时候就会
吃什么呢？是，那就会点上麦当劳薯条跟双层吉士汉堡，对，是我最钟爱的搭配。好，大家他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今天晚上我们直播间也有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杨超越打在公屏上好不好，我们抽奖送麦当劳周边的就是我这件 T 恤，蛮好看的我觉得，对，很大很洋气啊、哦！本人也本来表演再搭一个帽子送给大家，都是我们的经典，这个好好看、哦、这一身真的好好看哦，对，喜欢的紫色，对，我也是很喜欢紫色。来，大家刷屏刷屏，我们是截屏还是什么截屏，来来来，大家刷一下好不好。来，刚刚我们说期待杨超越，口令是期待杨超越好不好，来大家可以刷起来了哈，送我身上这件 T 恤跟我手上的这个帽子好不好，期待杨超越，来大家可以刷一下好不好，刷一下，我们抽三位朋友好不好，来来我在这里好不好，期待杨超越，好，来好啊，三二一，好，来给个静静来看一下哈，来第一位是我们的 HASTE, 第二位是卓不凡，第三位 CCYY, 恭喜这三位朋友，你们跟我们的客服取得联系好不好，跟客服取得联系，我们送出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产品好不好。当然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还会继续送很多的福利，就比如说超越的亲笔签名的照片会送给大家的好不好。来，我们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这个是模型想吃的，对对，来好吧，今天我们两位啊，作为这个组合来到现场，进入霸道宠粉的 BOSS 跟我们代言人小仙女啊，可盐可甜，所以今天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 BOSS 福利的加码的环节啊，两位啊，我们要进行一场 PK, 是什么 PK? 是厨艺 PK。我们先问一下两位，平时在家烧饭吗？烧，我肯定烧。哎，我也做，但是没有时间。你是没有时间做，但是你是喜欢做的。对，我是喜欢做饭。哎、聪姐是上海人，对不对？对。你会烧一些？你平时喜欢吃哪些上海菜？我喜欢吃哪些上海菜？如果上海菜的话，你吃的多吗？红烧肉吧，红烧肉。对，红烧肉啊、嗯，还有什么？腌笃鲜。腌笃鲜，对对对，你吃过那个腌笃鲜吗？嗯，什么腌笃鲜？就上海的一个特色，是春笋咸肉啊，对对，非常鲜，笋干那种。对，哎，对对对，那一口下去真的很鲜很鲜。所以有机会我们要尝尝你的厨艺，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进行这个挑战，就是两位 DIY 我们做一个汉堡出来，好不好？好的。我们移步到我们的餐具方面，好吧？来，来这里。我们这个桌子上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一些食材，好，聪姐，其实你对这些食材是最了解不过的，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新加坡脆虾堡的虾饼啊，然后这个是生菜，这个是汉堡的薄顶跟薄底，每一套一套的，嗯，那这个是芥末酱，这个是千岛酱，然后我们平常有的甜蒜酱、蒜蓉酱，蒜蓉酱，对，这一些是常规的，就是这个脆虾堡里面的调料、嗯，但是今天我们是为了超越妹妹能够发挥一下，我们就给多了一些酱料，你可以自己来创造一下、嗯嗯。因为在我们麦当劳其实有很多的网红产品，你是可以自己搭配酱料，自己做出不一样的吃的。超越，你觉得你会用到所有的食材吗？我不会吧，好，我挑我自己喜欢的。嗯，你平时会在家里自己 DIY 一些美食吗？平时会，我小时候经常会做这些事儿。我们在店里面应该是这个要烘烤过的，烘烤的在这里就简陋、哎。平时小时候做的最好吃什么东西？最好吃的。嗯，你最喜欢做的？煎蛋。煎蛋啊、哦，喜欢吃鸡蛋。啊、哦，煎蛋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什么挑战。对，好，我们聪姐是上面放了什么？这个是芥末酱。芥末酱啊，聪姐是刚刚铺了一层芥末酱啊。花椒应该很好吃。哇，花椒放上去，我觉得味很窜。我最喜欢，花椒不会窜，花椒是麻。麻。对。啊，我说的四川话好像就是串就是，哦，很好吃的那个意思。对。对。啊。他放了花椒，哎，我还蛮期待这个味道的。对，我也很好吃。但是聪姐是放了芥末，对不对？然后浇了千岛酱。对。然后这个就是差不多规定的量，但是我们不会把它放得太外面，否则它合起来的时候会满出来这样。对对对。啊，
大家可以来预测一下啊，就是因为他们俩，我跟各位说一下，透个底啊，你们做完是给对方吃的啊，不是给我吃的。这样啊？你们可以啊，做的好吃一点，也可以挑战一下对方的味蕾，好不好？那个，对，哎，你能吃辣吗，从姐？我可以。你可以啊，来，双倍的虾饼。对对对。这是什么酱？好的，我完成了。这个是蒜蓉辣椒酱，来，我帮你拆开，好吧？我开拆开了。拆开了，好吧？来，来，我们先上个链接，好吧？我们新加坡刚刚那个超越说他最喜欢吃的是新加坡的脆虾堡，我们来三二一上个链接，好不好？来，啊，啊，好，我的已经做完了。脆虾堡，啊。没有海报，对对对啊！你声音大一点，我以为我说错话了，真的。他说没有，我说没有脆虾堡吗？你声音大一点，好不好？来，没有海报，这一轮是没有海报的，因为接下来有一轮是有海报的，好不好？大家可以去拍一下。超越已经做好了，我也做好了。啊，两位这么快吗？这个 DIY？ 对，好好。超越跟我们说一下，你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不好？我这里面有那个蒜蓉甜辣酱和青花椒的辣椒粉儿，哦，然后再加上这个虾饼。虾饼，我给你说一下啊，老板是上海人，可能不是那么适应这个辣椒的。我可以，只要超越妹妹做出来的，我们都可以。啊，聪姐说一下，你这里面，他给你加了双层的料，哎，你先不要说，我告诉你，你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这个，我先承认一下错误，就是如果我们有营运的同学们看的话，他可能会说我做的不标准，比如说我的菜放的好像都满出来的。嗯，啊，这个比一般的鲜虾堡，我特意多加了一层虾饼，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丰富，双倍的爱，对，双倍的爱，对，我们来双。大家要不相互尝一下对方的这个做的这个好，来，好吧，来，我们就尝一下，因为这个，啊，你们在尝的同时，我们还要是不是再送一波，抽一波秒杀，好不好？他们在尝的时候，我们送一波秒杀，好不好？来，我们的秒杀给大家说一下，秒杀，来，我们的薯条的秒杀，对不对？有一份，对不对？嗯，来，28号链接，来，321上链接。我们的薯条500份，500份的薯条链接送给大家了，500份秒杀，好不好？来，好吃吗？好吃。好，我觉得加了辣味还蛮不错的。嗯，对。对，就是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买回到家里，如果你觉得不够辣的话，就像超越说的，可以加了那个花椒粉上去，那个花椒真的是很好，很正。然后比如说你今天没有食欲的话，你就加一个，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两位刚刚做的这个汉堡，大家都双方非常满意，就证明了我们麦当劳，你买回去之后随便怎么加都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我们的每一个食材都非常好。对，来，掌声。好，两位都非常成功哈。来，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金粉姐要送出一个，抽两位用户送出麦当劳的礼盒套装，每人一个，好不好？我们来一波口令，好不好？来，两位说一下口令，好不好？随便说一口，对麦当劳大麦之类的吧，好不好？来，是抽一轮口令，对不对？来，两位擦一下手，好吧？来，没事，你来，我刚刚戴着手套，应该没事。来，哪里？这个吗？好，我们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来，超越看一下，我们展示一下，这个是我们展示一下给大家。对，我们之前其实是中国以外的地区出的玩具，这个是我个人的收藏，我把它贡献出来了。哦，这是要抽奖的吗？对对对，这个是聪姐自己私藏的，她要送给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所以我来送一份，然后超越妹妹来送一份。对对，你那个 boss 先送一份，好不好？我们来截屏，好不好？来来。我们说一个口令，好不好？您说个口令吧。我爱麦当劳。我爱麦当劳，好不好？来，大家可以刷起来，我爱麦当劳。然后我们聪姐宠粉你，然后送出这样的一份礼物给你，好不好？好，来，我爱麦当劳。好，来，都在刷麦当劳大麦。我爱麦当劳，来来来，我爱麦当劳。好，还在刷，稍等。这样吧，麦当劳大麦也行。好，接下来321截屏。好，恭喜妮奇爱麦当劳大麦，恭喜你啊，跟我们客服取得联系。那既然今天超越也要宠粉大家，对不对？这个你喜欢吗？你个人喜欢吗？啊，
我喜欢，我就很喜欢这个麦当劳叔叔。聪姐，你要不也送给超越一份吧？对对对，我们等一下直播结束，我们来送一份给超越妹妹。来，我们就是你来出一个问题，好不好？我来出一个问题啊。我和麦当劳结缘的那条微博，我写了什么？就是超越说了，他和麦当劳结缘的那个微博写了什么？就是这个微博，刚我们在前面有说那句话。对对对，你们已经写了。我们有说那句话，如果爱麦当劳的粉丝、爱超越的粉丝，应该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他们，我们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说什么？来，刚刚那句话，那是一八年的时候写的那段话，跟麦当劳结缘的那段话，好。来，当时是，但那段话我觉得比较长了，就是看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人想起来，还在大麦，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他这个，对对对，来，我们再刷回来看一下有没有出来，有人给你送了一个火箭，哎，哇哦，有人在送火箭了，好，吃饭只吃金拱门，一生只爱一个人。哇，好棒！哇，这段话真的是非常好。我们来抽取，好不好？来，5、4、3、2、1。就第一个吧，阿波罗飞船，好不好？阿波罗飞船啊，送给你了这份礼物，好不好？记得跟我们客服去取得联系，好不好？一定要联系我们的客服。来，我们再回我们的座位，好不好？来，那个放到，这个就放到了，好不好？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今天我们都是不断的给大家宠粉啊，88金粉节，精彩嗨不停，每一轮都是有很多福利的要送给大家，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来，我们刚刚也知道今天聪姐也是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最后有什么话跟我们的所有直播间的粉丝说的吗？就谢谢各位粉丝，我们宠你们，你们也宠我们，就我已经看到麦当劳大麦已经满屏刷屏了，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粉丝的厚爱。我们也感谢聪姐，真的她非常非常的辛苦，你知道麦当劳其实幕后的人很辛苦的，每天是因为除了要销售量啊之外，还要费尽脑汁绞尽脑汁去想怎么样的新品能够满足大家的味蕾，怎么样去研发更多的新品。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聪姐，好不好？谢谢我们的聪姐，谢谢，希望下次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谢谢你，谢谢，有你我们就开心，因为有福利了，对不对？谢谢聪姐，谢谢。好，我们稍微往那边移一点，好，来，好，接下来就好，我们直播间继续，好不好？直播间继续，也谢谢聪姐啊，聪姐其实人还蛮 nice 的啊，一直给大家送礼物。那我们跟超越妹妹也好久没见了，就因为在麦当劳，所以我知道最近因为昨天有一部戏上了，我还在去找你，可能现在这个戏份还没有到你，叫《理想之城》，对对对，这部戏其实最近还昨天也上热搜了，最怎么样啊？你当时拍这部戏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拍这个戏就是导演啊，很可爱的一个导演，然后每次都会。我们吃他就是做的面食，我也喜欢吃面，所以你在那些非常就是优秀的前辈面前，比如说孙俪什么，你在他们身上有学了一些什么东西吗？就是很认真啊，然后每一场戏都很认真对待。好的，我们也期待你未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再送一波福利哈，买我们的翠虾堡送海报100张，好不好？100张是100张吗？买吗？对，抢的嘛，对，对啊，就是买我们的翠虾堡送海报100份嘛，好不好？来，3、2、1，上链接，8号链接，好不好？8号链接，8号链接上了啊、哦！我们的买我们的翠虾堡送超越的100份，好不好？8号链接，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再上一个5块钱的鸡腿堡，对，5块钱吃到饱。哎，这个话真的是个段子，很好。5块钱吃到饱，5块钱的鸡腿堡，好不好？上线链接，限量5000份，好不好？我们的5号链接，来，3、2、1，上链接，5号链接，好不好？5号链接，来，我们的鸡腿堡4号链接，改成我们的4号链接了，好不好？好，来4号链接，来，我的麦可能被说的已经没电了，我们稍微换一下麦。好，来。好，所有直播间宝宝不要离开啊，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后面跟超越会有更多的福利送给大家。来，这个时候我们上一个福袋，好不好？给大家送5份，5张
超越的亲笔签名的照片，好不好？送啊，准备福袋，好不好？准备福袋，准备福袋，好不好？来，我们问一下超越，已经好了吗？啊啊，好了吗？啊，那你说好了再告诉我呀，我瞎激动哈。我们知道这次因为麦当劳88精品节拍摄了一系列的广告片嘛，对不对？海报什么的。对，发送。好了啊，已经发送了60秒，去抢购一下，总打断我们，真的是很烦。好，这一次88精品节的拍摄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玩的。嗯。就换了很多套衣服。啊，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套衣服啊？特别喜欢的可能是那个红色和那个黄色。为什么呢？因为拍出来好看。好看。对。你本人私下会喜欢哪个颜色？私下会喜欢哪个颜色？嗯，可能黄色吧。对，这个就是我们红色跟黄色就是我们经典的颜色，对吧？嗯，大家就穿上就很洋气。对，所以就是今天作为我们在小安女来的现场，也有很多福利宠粉给到大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重点，好不好？嗯，来给我转一下重点，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晚上的重点。首先只要52块钱，对，52块钱你就能七夕双人桶，对，七夕双人桶，好不好？然后呢，另外9.9块你可以吃到的麦炫酷加摇摇薯条套餐，嗯，另外还有一个绝绝子下午茶组合，跟大家说一下，13块的一块麦麦脆汁鸡，一个三角派的组合，喜欢吃鸡的朋友赶快来了解一下，13块钱，好不好？还有88精粉节经典中的经典88精粉桶的套，嗯，套餐。半价优惠，好不好？一定会宠爱到大家。还有，另外还有新加坡脆虾堡3件套32元，不但可以拥有来自新加坡的美味，还有一份中薯和一个中可乐，真正的大满足。这口条真的顺啊！你不当主持人真的可惜了，真的。然后就是，而且你在说的时候就感觉在说广告语，真的是。是。所以拍广告基本上不会 NG 吧？应该还好。就是可能背词会好一点。对对对，很好很好很好。因为每年88精粉节其实菜单也是根据粉丝喜好去定制的，所以呢动动手指把88最喜欢的套餐打在公屏上，说不定会抽出送出我们的麦当劳的周边，好不好？来，真的把我很着急，好不好？这什么意思啊？翻一下提词器。嗨。好，来，现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嗯，所以今天有一个回馈于粉丝的，就快问快答，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肯定难不到你，对不对？好，来，啊，第一个问题，今年是第几届麦当劳88精粉节？第4届。对，好，第二个，说出2套88精粉节超值优惠的套餐。88精粉套餐，七夕双人桶套餐，没有任何问题。最后一个问题，88精粉节的汉堡价格到底有多低？板烧鸡腿堡5元吃到饱，赶紧去买，赶紧下单。平时5块钱真的是吃不到什么东西，5块钱让你吃到饱，好不好？说到就做到，每年88精粉节最受欢迎就是特别的88半价精粉桶了，简直是宠爱的利器。麦麦脆汁鸡2个加粉包加麦乐鸡10块加一个加麦辣鸡14块加菠萝派2个加可乐中2个加小薯条1个，这么多只要52块钱，你觉得划算吗？非常划算，真的想立马下单。我的手机呢？在哪里？手机在助理那边。啊，不对，帮我抢一下，谢谢。抢一下啊！超越今天也抢了52块钱的这个，所以再跟大家说，9月4号前就可以兑换了啊！什么时候想开派对，跟家人朋友一起，就来去下单就好了。另外我们说了，麦辣鸡腿堡是我们所有朋友的最爱了，2件套的3次券只要36块钱，算下来相当于12元一份2件套。所以3、2、1，上链接，88精粉桶套餐加一个麦辣鸡腿2件套的3次券，大家可以去下单了啊！我们的几号链接说一下，几号链接？几号？2号链接。2号。我们的2号链接，好啊！来，这一次其实马上到七夕了嘛，哎，明天你有什么想法，想怎么过？明天给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员买麦当劳。啊，明天要回剧组拍戏吗？今天晚上就回去。今天啊，真的好辛苦，今天下了直播就要回去。然后，哎，七夕其实我觉得是蛮有仪式感的，哎。是。你会觉得跟剧组过了之后，就整个人会空空的？没有关系，我
不跟剧组过也没有什么可以过的。平时如果一个人的话，就一个人宠粉自己就行了。对，一个人可能一个人吃一个双人套餐啊。对，如果跟剧组的话，就可以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双人套餐。好，明天剧组有福利了，跟大家一起来吃这个七夕的双人套餐，嗯、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跟我们留言啊，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嗯、那七夕只吃金拱门，一生只爱一个人。啊，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再把这个话说的诗情画意一点，好吧？宝贝们，七夕只吃金拱门，一生只爱一个人。妈呀！七夕快乐！这个话说了之后，很多人估计这个情窦初开，就是明天可能不是一个人过了，对？是吗？这么快吗？对，就是享受要享受福利嘛，两个人吃更好呀，啊、对不对？这个套餐这么多福利，所以接下来我们再送一波福利，好不好？买我们的什么？买脆虾堡送海报100张，好不好？对，我差点说你随机发送。上链接8号链接。好，我们已经上链接了，我们的8号链接，超越为你们送出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好不好？嗯、来，这个七夕套餐就在我们的8号链接里边，包含了2个板烧鸡腿堡，一对麦辣鸡翅，10块麦乐鸡，1份中薯条加2杯中可乐，到手价只要52块钱。像平时大家去点的话，怎么都要100左右，今天拍到手，立刻省了54元，真的是非常超值哦！并且这个券要在9月4号之前去核销掉，好不好？9月4号，如果你没有核销掉怎么办？原路返回他，真的，这个钱会退给他的，这个钱会退给他们的，对。好，我们超越其实应该算是我们麦当劳忠粉了、对不对？从小吃到大的，那有没有印象中小时候第一次吃麦当劳的印象？小时候没有吃过，小时候只看到过就是邻居家小孩去上海吃了麦当劳拍的照片、然后就很想吃，但是我们那里没有，我们那里也没有，巧了。然后出来上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冲进了麦当劳吃了麦当劳。哎，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小时候你要吃到一个麦当劳，你会觉得哇，过年了。哎，对，怎么这么幸福啊？你会觉得很高级，很洋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城市也没有麦当劳，就是一直在电视上看到麦当劳，就从来没有吃过。我第一次吃麦当劳18岁，吃的眼泪哗啦的，真的。然后哎，你有没有想过第一次你吃麦当劳吃的什么东西，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然后还有双层吉士汉堡。对，所以我一直吃到现在，我就很喜欢吃。对，你就是，其实我们说到很多东西是有很多的创新的嘛，就是像你，比如说你这么多麦当劳的网红的吃法，如果让你来给麦当劳创造一款你特别爱吃的一个新品，你会尝试一个什么样的口味？尝试什么样的口味？就是你自己会 DIY 的话，你会怎么做？如果我的话，我会就是那个薯饼，我配辣椒粉吃，感觉应该很好吃。然后你还会放那个花椒吗？对，会放花椒，因为我觉得花椒就是简直永远的神。我觉得花椒真的是对，很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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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请看，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吃，你都能吃到自己创作的那个味道来啊。比如说你重口味的，你就加点辣椒花椒都可以哈。来，我们，所以我在说，就是你就下单吧，因为今天晚上你买到的东西都是非常实惠的，买到都是非常实惠的，好不好？真的是很累，很累，真的很累。因为发福利这个东西啊，你要知道，就是抢的人也很累，但是抢到就赚到了，对不对？我今天特别想让我们俩就不要上来了，在下面抢福利吧。对啊，把我的那些海报全换成券吧，真的，那些海报真的，什么样的海报都抵不上能吃到一个麦当劳来的幸福，是的，真的啊。那超越说，其实特别的推荐我们要有一些仪式感了。那不如摆几个仙女拿汉堡的造型给我们现场所有直播间的粉丝来感受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汉堡呢？拿汉堡不是拿大桶。打开，来，要打开，好，开了。来，我们摆一个非常俏皮的姿势，独一无二的姿势，好不好？啊，这个很俏皮。啊，我们好，来，要并且要说一句话，好吧 ？Q 一下所有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你光摆造型不可以，你要说一句话。等会儿哈，1、2、3，要吃汉堡吗？再来一遍，好，声音大一点。哦，要吃汉堡吗？我相信现在屏幕下方全是要，全是要，好不好？好。
来来来，你们现场有点冷静嘛，你们给人家一点掌声，摆了好几个造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宠粉好不好？好，来，我们超越妹妹的粉丝那个亲笔签名的照片是不是还有一轮，对不对？有，还有一轮，好不好？来，准备福袋，准备福袋好不好？好，收到了，好，准备福袋一下，我们再送一轮我们亲笔签名的那个照片好不好？来，刚刚我们尝了那么多福利，也摆了那么多造型，好，麦当劳所有菜单里边你最爱吃的是哪个产品？双层吉士汉堡。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三层吉士汉堡。三层，对的，你自己会多买一层加在里边吗？啊，不会，不会，我觉得两层已经够了。对对对对，其实两层就够了。其实你一个人的晚上套餐，其实两个人就够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八。哦，福袋送出去了，好不好？福袋送出去了。那原来你也是，那平时会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吃麦当劳？妈妈没有做饭的情况下会吃麦当劳。我也会说，就是他的脑子真的转得非常非常的灵活，就一般主持人都想不到这个话题，会说哦，平时一个人就是叫不到外卖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他完全是妈妈不在的时候，妈妈不烧饭的时候，对，你会经常去吃，对不对？对，经常去点。你像你一个人点，你会点量大的还是小一点的？我一般点小一点吧，不会点很大量，因为可能就是其实还挺容易吃饱的。是，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所有的福利，包括所有的今天晚上的链接，都是其实有大份有小份，你自己任意去选择就可以了，好不好？嗯。来，第二轮的快问快答的时间到了，好不好？超越觉得麦当劳最不可能错过的八八优惠是什么？七夕双人桶。8月20号可以买到的环球美食是哪一款？新加坡脆虾堡。超越最爱的八八金粉套餐是哪些？七夕双人桶、5元汉堡和新加坡脆虾堡。啊，就是刚刚我们 Q 到的这些，又很实惠，好不好？来，我们刚刚说了七夕双人桶、5元汉堡加一个新加坡的脆虾堡，好不好？都是非常好吃的，大家可以去下单了，好不好？可以下单了。然后我们超越妹妹的福利送完了吗？没有送完，还要再送一轮，好不好？来，福袋准备一下，准备一下福袋，我们再送5个，好不好？五个朋友，好不好？再送5个朋友，来，不知道人以为我们这干嘛？来，福袋准备一下，好不好？不知道以为你很喜欢这种。好，接下来呢，这个产品组合是一个返场的明星了，啊、超越，应该你也很喜欢，好不好？是什么呢？我们的。麦麦脆汁鸡加三角派、哦、它的包含麦麦脆汁鸡一个，香芋派一个，或者是黑黑好巧三角派一个。好，福袋发送了，去抢吧，好不好？五份。来，这个麦麦脆汁鸡加一个三角派的单次吃眼加一个，都在我们的几号链接呢？来，我们3、2、1上个链接，好不好？链接应该是上了5号链接，好不好？5号链接，好不好？这个真的很好吃的，这个一咬下去，那个整个的派的那个浆就爆掉的感觉，就是、很爽，对对，很幸福的感觉。然后今天我觉得超越来到我们直播间，也给大家送了很多很多的福利。是，哎、你觉得麦当劳直播间好玩吗？哎，看着就很想吃，对，很幸福，很幸福，一定要跟你最爱的人分享它。对对，说的就是你。哎，七夕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所有人都说准备好了。好，我们的七夕双人桶，大家赶紧下单吧。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没关系，你吃出来的幸福感，对，你把它一个人买到吗？一个人也可以享受幸福呀。对，一个人也可以吃双份。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吃双人桶了？七夕双人桶了，一个人也可以过七夕的。为什么说七夕给两个人过呢？对、啊，对吧？你觉得一个人可以过七夕吗？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过七夕啊。如果你一个人过七夕，你会怎么过？我会买七夕双人桶。反正离不开这双人桶，对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52元的七夕双人桶里面包含什么，好不好？2个板烧鸡腿堡，1对麦辣鸡翅，10块麦乐鸡，一份中薯，2杯可乐，还有这么多东西，只要52元哦。两个人分绰绰有余了，一个人也可以吃得下。对，七夕如果你还没有想吃的什么东西呢，不如就囤一份这个券吧，又吃又好吃又实惠，对，好不好？然后最近因为我们在说，就是因为大家也关注超越嘛，然后就想问一下最近有什么动向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吗？最近的动向就可能就是拍戏为主吧，嗯，然后如果这个戏结束可能是会接一些综艺，但是还是
拍戏为主，对不对？最近因为我们知道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拍戏间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对不对？然后当然呢，这个吃的这个注意身体的同时，也要多吃我们的麦当劳。是，我会多吃的，而且还会分享给朋友。因为吃麦当劳，我觉得你是可以吃出一个幸福感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一个福利，好不好？好，5块钱的鸡腿堡，让你吃到饱，好不好？5000份，好吧，5000份，来，5、4、3、2、1，上链接，好不好？来，5元吃到饱，打到公屏上，好不好？来，我们上链接已经上了，但工作也说要5块钱，有效期需要9月4号前兑换。如果说9月4号以后你兑换，就不能兑换了嘛。但这个钱我还是可以反退给你的。对，你从哪里这个钱出来，我就反送回去。好，我们再抽一轮超越妹妹的亲笔签名的海报，好不好吧？照片，好不好？是不是还有一轮？最后一轮了，对不对？最后一轮了，也谢谢今天所有在直播间等候我们超越的粉丝，好不好？来，你说个准备福袋吧。啊，准备福袋。来，福袋准备一下。嗯。福袋准备一下。好，我们等待一下福袋。福袋发送。好，福袋发送了，好不好？福袋发送了，来，我们现在可以抢一下，还有五份，好不好？五份的那个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大家。哎，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直播间，又这么多热爱你的粉丝在这里，包括还有我们麦当劳的忠粉们，其实你也算麦当劳忠粉了，对吧？有什么话跟大家讲的？借到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谁讲？跟所有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所有的粉丝们。就是大家工作再忙也要按时吃饭，然后多吃麦当劳。非常贴心的一个妹妹，工作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很多人工作再忙，他忘记吃饭了，他觉得赚钱是第一的。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想呼吁所有大家的是说，你再忙的同时，也要记得填饱自己的肚子，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的体力，才能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养家糊口。对不 对, 对，我说这句话有错吗？是，没错。好吧，来，我们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对不对？是。还有继续啊？还有，来，还有一个继续。继续。好哦，我们有一个换主播。哦，换主播了。换主播啊？对对，我是说我们这一趴结束了，我们直播间继续。哦。我们还有两位非常辛苦的主播在这里，他们每天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啊啊啊啊，对，我们俩这一趴就结束了。我们先走了。对对对，好好，我们跟大家拜拜，谢谢大家，辛苦。也希望大家一直持续关注我们麦当劳的直播间，我们会下次希望有机会再请到超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好，来，我们两位主播辛苦辛苦辛苦。Hello， 好了，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好。